欢迎各位同学走进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微课堂，我是来自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运输管理学院的老师。今天由我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冷链商品条码。冷链商品条码包括零售商品条码，如独立包装的冷饮；非零售商品条码，如瓜果蔬菜；物流单元条码，如整车的蔬菜。 位置码等，我国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代码及条码标识体系，推广应用商品条码，建立我国的商品标识系统。通常情况下，全球通用商品条码包括 EAN 十三码、EAN 八码，以及北美常用的 UPCA 码和 UPCE 码。今天我们主要学习 EAN 码、EAN 十三码、EAN 码 E、AN。 称通用商品条码，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管理，用于世界各地，是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用商品条码。EAN 码分为 EAN-13 及标准版和 EAN-8 及缩短版两种，主要应用于零售单元，比如奶酪、冰激凌、酸奶等。它具有定长、无含义、无自校验功能。 字符集为零到九的特点。EAN-13 码由前缀码、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校验码构成。前缀码由两到三位数字组成，表示国别。值得注意的是，前缀码并不代表产品的原产地，只能说明是分配和管理相关厂商识别的代码的国家。厂商识别代码由七到九位数字组成，由国家物品编码中心分配。 分配给具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或分配给具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或厂商，有效期为两年。商品项目代码由三到五位数字组成。已获得商品识别代码的厂商，根据商品的项目代码唯一性的原则进行自行分配，最多可标识十万种商品。校验码由前面的代码计算得出，目的是为了防止由于设计。 印刷缺陷以及识读过程所导致的误差，确保条码识读设备在识读的过程当中的可靠性。对于 EAN 十三码，其前缀码不同，结构略有不同。如当前 EAN 为六九零时，采用结构一。这张表为主要国家的 EAN 十三码的国别码即前缀码。 假设我国分配给某药厂的厂商识别代码为六九零幺二三四，根据产品种类、品牌、剂型、规格与包装规格的不同，企业可以为每种药品分配一个唯一的商品代码。检验位计算得到，那最终可以得到不同的药品的 EAN 十三码。那么，如何计算 EAN 十三码的校验码呢？具体步骤一。 从右向左给代码赋予位置代码，从代码的位置序号二开始，所有偶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为 A，即 A 等于 X 幺二加 X 幺零加 X 八加 X 六加 X 四加 X 二。步骤二，将上部的 A 乘以三为 C，即 C 等于三 A。步骤三，从代码的位置序号三开始。 所有奇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为 b，b 等于 x13 加 x11 加 x9 加 x7 加 x5 加 x3。步骤四，将 c 和 b 相加得 d，即 d 等于 c 加 b。步骤五，取 d 的个位数 e。步骤六，用十减去 e 即为校验码的值，即 x1 等于十减 e。 掌握了校验码的计算方法以后，大家可以试着计算某种乳制品的条码的校验码，其位数为六九三零九五三零一一一零。EAN 十三码是如何把十三个数字代码用条码符号表示的呢？接下来我们学习 EAN 十三码的编码规则。EAN 十三码采用模块组合。 方法进行编码，即条码符号的字符是由若干个标准模块组合而成。一个模块的条表示二进制一，一个模块的空表示二进制零。每个模块标准宽零点三三毫米，每一个条或空由一到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数据字符由两个条和两个空组成，共占七个模块宽度。 条码符号共表示十二个数字，起始符和终止符的字符编码均为一零一，各占三个模块；中间字符的编码为零一零一零，占五个模块。因此，不含空白区的条码符号共九十五个模块。整个条码符号有一百一十三个模块。e n 1 3码有三个子集 A B,、B、C，左侧数据。 采用 A 和 B 子集，右侧采用 C 子集，如表所示。A 子集中的条码字符所包含的条码的模块个数为奇数，称为奇数排列；B、C 子集中的条码字符数所包含的条的模块的个数为偶数，称为偶排列。这样的设计保证了每一个数据符在所有字符集合中的唯一性。这张表。 是 A B C 中集中零到九十个数字的二进制含义。有同学就好奇了，为什么 EAN 十三表示十三位数字，而为什么条码符号表示的是十二位呢？哪一位没有被表示呢？事实上，EAN 十三条码符号只表示了后面的十二位数字，第一位也称前置码。前置码的获取有依赖于下面这张表，比如。 当左侧数据字符分别来自于子集 a b b b a a，此时前置码为六。这两张表存在译码器中。当扫描器扫描条码符号，可从上张表得到左侧数据字符的来源分别是 a b b b a a。接下来可用这张表判断出前置码是六。 这样，通过译码器和扫描器的协同工作，就可以实现十二位条码符号表示 EAN 十三位的码了。EAN 八码是缩短版的 EAN 十三码，结构符号与 EAN 十三码相似，其中 EAN 八码的长度为八位，由七位数字表示的商品项目代码和一位数字表示的校验符所组成。 计算校验码时，只需要在 EAN 八码前添加五个零，然后按照 EAN UCC 十三代码的集中校验计算。EAN 八码的左侧数据字符采用了 A 字集，右侧采用了 B 字集，其他的编码规则与 EAN 十三码相同，不再赘述。那么什么时候选择 EAN 八码呢？标准规定。 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申请 EAN 八码：一、EAN 是三码的印刷面积超过印刷面积的四分之一，或全部可印刷面积的八分之一时，印刷标签的最大面积小于四十平方厘米，或全部可印刷面积小于八十平方厘米；三、产品本身是直径小于三厘米的圆柱体时，在中国。 凡需使用 EAN 八码的商品，生产厂家需使用 EAN 八码的商品目录，将其外包装或设计稿报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或其分支机构，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赋码。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课的知识内容学习就到这里，下一次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冷链商品条码，期待我们同学们下次聆听。 再见。